久无甲你看，哎呀，系啊，啊，平平，大家拢有粉、有酒、有头路，啊，人拢有某，啊，我拢无人要嫁，啊，你是安怎咧？看来阿平要娶，啊，你是咧有准呢？那无某无够，当然嘛有准，是讲平平安尼，啊，恁拢有某人娶，啊，我拢无人要嫁，真正无公平，啊。我介绍我表妹给你当老婆好不好呀？真的好，真的呀。嗯，安尼真好哦。啊，给你买好多。30万就行啦。很久了，很久了。嗯，对啊。怎么那么久？没有啊。你去干嘛？要去买一个东西啊。什么？我很喜欢的东西。是什么？嗯，你最爱的番薯。快点摸。做手续拜一拜，一起回台湾啊！好啊，等手续办了，咱做伙转来台湾。小王，一定要等我从台湾赚钱回来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闹什么？过来了。都是因为想你想你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偷偷地爱上你，却不敢告诉。好好啊，听。只要逐工，逐工留咧厝里煮暗顿，等我转来食安尼就会得啦。当然呢，就爱阁帮我生一个肥嫩肥嫩的囡仔。一心只想赚钱的小芳，总趁宗佑外出工作时打工赚钱。
你别再出去工作了，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真不甘。以后我赚的钱拢转给你。看着有300万存款的小芳，以为从此便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无奈有一天，宗佑却在一次工作中压断了双腿。碎性骨折，嘛不知道去伤着神经啊无？我上紧爱两三个当行路，嘛有可能一世人拢爱在家。宗佑，已经没有钱了，我想出去赚钱。啊？啊，我给你的300万都没了吗？家里的开销，还有你的医药费，那么贵。躺在床上的宗佑，看着300万被一笔领走，里头剩下38元的存折。感谢罗伯叫狗我照顾，好个才有这条。那若无看我日子要哪过？小花，去办5元，我去做生活费。15000够啊？出现了什么事？是不是？我要出去找工作了，不能照顾你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眼看小芳就要回大陆了，肚皮仍然平平无奇。阿姨，是你哦？对啊，哇，这个没看。啊，你最近看有看好无？我听讲，阿华讲，打电话咧，你打电话咧找我，啊，不知道什么代志？有一件代志，歹势讲，你去阿华房问看卖。看小芳当时的干嘛？对啊，伊嘛去等伊有一站啊，我无去，甲替你问看卖，啊，你来家己保重诶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咱先把囡仔生落来，咱做伙饲，咱是相当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啦。
为了孩子，我们要多存一点钱，所以送完我会去工作，但你要负担我们的生活费，还有我的零用钱。他上网搜寻就业机会，看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兰分署开了许多职训课，可协助他学得一技之长，于是他参加了群雅的职训课程。哦，百分之三比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？那批发呢？当然，顾名思义，我们就是要卖给谁？个人跟家庭，对不对？哦，那。个人会去买批发的东西吗？哦，不会嘛。那这个一定是，那就是服务嘛，啊、哦，服务是可以卖的，啊、哦。做个创业吧。